小满不会真有什么事吧？喂，安宁，昨晚到底在生什么气啊？ 一定要问清楚。我来这儿练散打。哦，左岸。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我不就是和你考了一个学校一个系吗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学霸才能考上的学校，我和展越这种学渣也考上了拉低你的档次啊？你就这么不愿意和我们俩继续做同学吗？说完了吗？我没说完。那你先说完。我说完了。 左岸，你到底为什么生气啊？我们又能做同学了，你难道一点都不高兴吗？我是高兴的。那，但是这个专业不适合你，你不是想当老师吗？哎呀，那个是我。好你个顾小蛮啊，身上穿了两块布，你真的想好了？露胳膊露腿还露肉的你，选择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专业。 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吓死你了！我看你就是怕水吧？我不怕，我就是不喜欢水。你就是怕？我怕，但是，那你得保护我呀。我干嘛要保护你啊？你每天就知道找我麻烦。你不是女侠吗？好吧，勉强答应你。哎，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呢？你之前是不是也说过要保护我的话呀？ 左岸，哎呀，别管他了。左岸，你先别走，我还有话。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。顾小满，能够继续和你们做同学，我是很高兴的。假期愉快。什么嘛？那副表情，怎么会是开心呢？就是你，搅屎棍。我是搅屎棍。哦，你是觉得我搅和了你和左岸在一块儿的好事儿吧？ 不过没关系，他不喜欢你，本王子喜欢你，开心吧？展越，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哎呀，真有点晕呢，哎。